所以，如果别人说小玉大小一直都在欺负你，你会帮我们说话吗？那你说一次，假装你是那个人。哎呀，我很喜欢你耶！可是我觉得大小一直欺负你，都不会觉得，都不会觉干嘛打我？嘘，You don't know anything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英，干嘛又打我啊？干嘛又打我啊？事情不是你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打路人？我会说每个朋友都有他相处的模式，而且我们已经认识20年了，并且当我要完成我的梦想，你用实际行动支持我。哎，我们彼此相爱。亚妹，来，请躺到最舒服的位置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按一个地方，你会很爽。听起来好不对劲哦。